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英雄的日常生活频道。那我们今天要来把我们的上次的公益基金的那个活动呢，所得总共2500元，要来帮助这个新路基金会。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呢？首先点帮助新路，然后来到这个好天天生活小铺，然后呢点这个新路出品，那我们就可以来购买东西，并且帮助他们。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吧。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哦，凤梨酥啊！我本身是一个凤梨酥控啊，所以这一定要看一下。哇，卖完了，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凤梨酥礼盒啊，一定要的。废话不多说，马上就买啦！继续购物，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哦，香皂，一个艾草香氛皂跟一个心愿熊这是什么？心愿熊啊，心愿熊好买，好天天蜂蜜这是一个蜂蜜礼盒，有饼干有蜂蜜，好像不错哦，是吧？那么也是废话不多说，买。好生活天天 T 恤哦，这个也是不错哦。哇，这个要结账之后再买。安心雅鞋子，这个我买下去差不多就被我女朋友打死。手工礼盒照。399呢，我们就买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刚刚把这些商品买完之后呢，总共是1789，那我们也不要买 T 恤了，也不要买安心雅了哦，省得被打。好，2500元，减掉1789，剩下的711块呢，我们将会全数就直接给它捐掉啦，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线上捐款。好，那我们捐款已经完成了。看到711块已经捐款完毕，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就正式告一段落啦。那往后在我频道出现的玩具呢，都会有一阵子到达一个数量之后来进行这个公益活动希望可以延续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这样子帮助更多人。当然也不局限在这个新路基金会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呢，都希望我可以去帮助得到他们，这样子希望你们也可以跟着英雄一起做公益好不好？好，那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期待商品送来之后的开箱。好，那我们就拜拜。